两只。我爱的是。嗯，哪个的是？看到。哟，上坡上。在玩什么东西啊？小心着火！啊？我以为你上坡上，不是上。嗯。哎，你这个头发倒挺帅的嘛，啊？这头发倒挺好玩的。这里呢，也是一片居民区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酷狗，但是这也是电影院好像。啊，对，这里是一个张掖电影院，一个老的电影院啊。好像要去看看，好像是废弃的。你怎么知道废弃的？这么破，都拦住了，去看一下吧。不是，啊，我就发现你这个家伙对吧？就走到哪里好像。都能看到这种废弃的东西，你怎么对这个东西这么感兴趣啊？不是，这碰到了怎么办了、啊？我也不想放弃。行吧，来了，看，回去回馈吧。张掖电影院，哦，老是挺老的，嗯。都拦住了，看看，这里有条路，看看进去看看，就从这里进去看看。啊？嗯。朋友，每次拍到这个东西，你总是一马当先嘛？啊？这个，你进去看一下吗？我就发现他这里的房子啊，特别特别的老。哦，还有人住的哦，估计是借掉的。这里还有个小菜园。这里呢有两条路，一条是往上面走的，一条是往下面走的。先往下走吧。啊，过一过。哎呦，吸烟室，没擦厉害吗？嗯，我有那个。那你东西都准备好了？嗯，出来看。先看一下外面，先看一下这里。这里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厕所。啊，这个是个厕所间。这里是一个。张掖电影院，它是一家哦废弃的电影院啊、哦。我看一下，我这个能不能调亮点？好，这样子比较亮一点。这个电影院它这些椅子都还没有拆掉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对吧？以前老的这种国营电影院就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啊？对，买票子按照这个票上面的号码对号入座。对，这个是大荧幕吧？嗯，这个是大荧幕。嗯，什么东西？哪个？进去，进去看看呀。站不直的，站不直，就这些东西。旁边不是还有一条小路啊？进去吧，走呀、啊。你不是喜欢这种东西吗？好，对吧？安心啊。你看，四通八达的。啊？先往前面走，啊，先往这边走。我就是挺好奇，电影院里面怎么还有这种密道啊？哎，而且站不直。哎呦，这也不是停车场啊！这怎么可能是停车场呢？它的这种格局像停车场一样。停什么车？儿童车啊？嗯。这有可能就是个通风口吧？通风口，啊、
都没有，空的。空的呢？出去吧。出去吧。啊。这个电影院说实话它还是挺大的，就是不知道它这电影院以后规划是什么。反光镜看电影的时候不是要那个 3D 眼镜吗？对吧？它这里还有很多收据哦。来拿一张给我们看一下。不是收据，应该是电影票。票张掖人民剧场入场片入场券存根。那个时候是多少钱？5分。5分。5分的电影券。很早的，很早很早的时候了。很早很早。哦，这个是什么东西是吧？放映室啊。放映室。这个电脑是控制的。很多人有可能放映室没看到过，包括我也没看到过。我也没看到。这都是很老的机器了。他们在放什么电影？看一下，放的是什么片子？香港惊险枪战片《危险深渊》。嗯，谁演的？看一下。啊，吕良伟、龙方啊，龙方啊，陈观泰，不认识，老片子。闪电行动